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 Star Talk 嘅时间啦。今集嘅呢位嘉宾啦，原来唔经唔觉咧，有七年冇搞过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啦。佢就系阿慧敏哥啊。Hello， 文轩。你好啊。你好啊。恭喜你啦，嚟紧开 show 啦，得意喎！你揾咗 The Hearst 呢队乐队嚟做你今次嘅音乐总监。系。即系平时音乐总监咪一个人啦，你揾到成队 band 嚟做。系啊。咩玩法咧？我就系要试试咯。系咯。因为嗰阵时去睇佢哋嘅 show 啦，我本身就好欣赏佢哋嘅音乐风格，我觉得佢哋风格其實係好多變，同埋都幾好玩嘅，好 funny 係啦，音樂性好強。我去睇佢哋嘅 show， 除咗佢哋音樂之外，佢哋嘅製作都好精彩。咁所以 that's why 我就去咗揾佢哋嘅導演。你攞埋人哋嘅導演添，你攞埋人哋嘅導演，跟住攞埋佢哋成個班底嚟做自己嘅 show。就係因為我先揾咗導演，咁啊林林係啦，好多謝佢應承咗我哋。然後我哋喺商量之下 create 個 show 嘅情況之下，就話啊，不如都試下揾埋佢哋一齊嚟玩啦。反正他們都沒有試過做別人的 Andy， 一對樂隊做 Andy 事實上好像是真的少的，是所以他說如果開拓了一條新的路，可能其他 band 都可以試試這樣做。因為我呢、就是、真的從來都是比較個人的做的音樂，即是由以前到現在可能自己寫啊，或者自己找 partner 回來做，但是一對 band 呢，他們是一起成長的，他們真的要互相去扶持，互相擦出個火花才可以做到咁精彩嘅嘢，所以我反而係好希望喺佢哋身上面學習咯，點樣去做團體嘅一件事。我好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去同呢一個 team 去做一個好 good 嘅 show。既然埋咗班啊嘛，咁當然要諗下個 topic 啦。啊，究竟慧敏哥再搞演唱會嘅時候，啲樂迷入嚟嗰時候需要你俾啲乜嘢佢咧？咁你哋咪都考量咗好耐啊，成個主題啊咁樣。喺我翻嚟香港嘅呢段時間咧，其實我係見翻好多朋友啦。咁但係大家係談論即係呢幾年嘅狀況嘅過程間咧，好多時候都講啊，我最近又點啊，冇咗啲乜嘢啊，即係我朋友又移民啊，或者我啊又覺得自己老啦，好多失去，失去青春，啊、失去朋友，甚至你睇到世界都係啦，戰爭又好啊，我覺得啊，點樣先可以去比較好啲咧，即係正面少少咧？同人哋講加油或者你得噶，努力啲嗰啲又真係老實講係難聽嘅，即係我雖然講我都好努力啦，即係或者佢哋都好努力。咁不如我哋試下用第二啲方法，就係我哋好嘅反轉去諗件事，由失去不如諗我哋仲有啲咩啊？雖然可能都是會黯然的啦，即係可能有些慢慢都真的未必會繼續有，但係趁而家仲有，趁我哋還有，趁我們還有的時候就捉緊佢咯。今次就趁我們還有，跟住有一條間線係一條填充題嚟嘅，係即係留白俾大家思考啦，去寫你自己嘅答案啦。咁換轉係你啦，你 for 你呢個 show 啦，你會其實想寫啲乜嘢落去？太多嘢想寫啦，係咪好幸福啊？呢句其實可能其中一樣都係勇氣㗎。我而家都仲可以膽粗粗咁講，我係可以試我自己想試嘅嘢。我仲有我唔係喺我身邊，我仲有人俾機會我自己，我可以勇敢去做我自己想做嘅。每一次同大家講我去過絲綢之路，啲人都係。你一個人無啦啦就係話做尼姑嗰啲咁樣啦，上次無啦啦話爭啲做咗尼姑啊，跟住無啦啦你會出走一大段時間去遊走呢個世界，咁呢啲都係勇敢嘅行為嚟嘅。真係唔知嘅，今日唔知聽日事，事即係個世界都流轉得好快，所以我先要更加珍惜我呢一啲嘅 guts 咯，即係我呢啲嘅大膽，因為我覺得可能真係過多十年，我會唔會真係可以講得出而家呢番説話？我唔知。係啊，咁所以我更加覺得，咁而家講得出就而家做啦。一諗到，喂，唔得喎，可能真係會失去勇氣嘅喎。再過十年，真係啊唔得，係真係可能要煮飯、湊仔、洗衫先係我覺得安定嘅嘢，唔定嘅，唔知嘅人生係咪先？我未去到好多嘢，係啦，大家唔使咁緊張啊嘛。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愛情啦。學到啲乜嘢咧？真係，我覺得我對於伴侶嘅需求唔係好大，即係我會未必好。你又翻返去做尼姑嗰度喎？係啊係啊，即係啲人成日覺得我咧細粒啊，即係個樣子又好似嗰啲小鳥依人嗰啲咧。但其實我好似真係好少去黐住伴侶㗎。我唔係嗰啲會去哇、我要揾你啊，我要即係係啊，即係我係好少㗎。我係好可以自己相處啦，我係好
自立啦，可以，即係我係可以，基本上我所有嘢係可以自己做嘅。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少少影響咗，即係可能喺對方嘅心入邊，喂，又要等你，即係你又忙緊，你照顧翻佢咯。又唔係咁得唔得？又未去到咁可以咯。你試下咯，下次。呢一個問題其實我都問咗自己好耐嘅，究竟係點解會成日都棘嘅咧？咁樣。咁可能就係、是、我覺得係真係要坦白啲啦，即係土耳其嗰個對象咧，因為我哋 long 啲啊嘛，我哋除咗溝通係冇嘢可以做，咁就變相其實點解會可以好啲咧？即係真係三年啊嘛，咁係因為我哋真係不斷咁樣溝通。對上一次我就係覺得可能真係溝通上面都係少啊，唔係好知點樣表達，係咁，所以我覺得。溝通都依然是我核心要學習的，同埋我覺得自己真的不係太識表達自己。我幾驚你話唔係好識拍拖，都可能未必是好識拍拖。嚟緊要做很多歌啦，跟住就做 show 啦，同埋應該會有隻碟啊，係啊，都講咗好耐咯，好似因為爭啲乜咧，但係又仲有歌未做好咯，咪就係。嗰隻歌會唔會其實係你自己作嘅歌咧？今次係我自己作嘅歌啦，係啊，同埋就係演唱會嘅 theme song 嚟嘅。就算做不似都係都要唱㗎啦，到時係啦。今次是找了 Oscar 去填詞，要搞咁耐的原因就是因為歌詞仲改了少少咁樣，所以我哋又再錄過，係啦，所以辛苦曬 Oscar 嘅。而家你因為自己有公司啊嘛，呢啲就是所謂老闆仔的一啲少少任性啦，係唔會話因為嗰個期而令到件事唔夠好而出街嘅，即作品都是 first priority 要考慮嘅嘢咯。但係唔緊要啊，即係最重要嘅有好質素嘅作品，真唔介意等嘅。多謝你。不過就真係唔好等咁耐。好啦，最緊要 good show 好咯。好 ，thank you 文軒 ，thank you。英国的朋友你们好，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现在无论是透过网站或者是 TVB Anywhere Plus 的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精彩节目，记得支持我们的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还未是我们用户的朋友就快点 scan 这个 QR code 和我们的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。各位 APM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有份演出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的黄浩然。我是有份演出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的艾威。啲精华片段是不是很正呢？快啲 like 和 subscribe 我哋欢乐 APM channel， 收看更多 TVB 的内容。